树人第一栋教学大楼于1986年启用，而1995年为树人图书馆综合大楼的落成。在踏入35周年，更加兴建了邵美珍堂和文康宿舍大楼。今年是树人45周年，树人大学研究院综合大楼的开幕，是树人一个重要发展的里程碑。在未来的日子，香港树人大学会继续作育英才，为社会培育出更多的优秀栋梁，作出贡献。